然甄选了三个新团员，不是那三个应该有功能才对吗？你太做娃，这是年轻人在分担啊！就是要你看他要有功能。对啊，为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在旁边的？因为就是可能我是科班的关系，所以有学过舞蹈吗？对。那另外三个人是干嘛的？就是他们也有跳一些律动啊，就是画面很好看。所以你们有个人的专长，或是吸引什么族群吗？还是一样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。像豆豆就是比较有才华，他会吉他、钢琴，对。然后黎儿不只是外显可爱，而且他在平面的方面也非常的出色。平面，他是网拍吗？平面设计。平面可以多出色？你说 pose 是百变还是？没有啦。对，那我是唱歌，然后还有也是跳舞。那宝咖咖就是团长，然后他就是科班这样子。所以你唱歌很厉害吗？他之前有参加过比赛。你可以唱一句我们听一下吗？天空突然一片辽阔，原来你是真的已经离开我，在我不熟悉的世界过新的生活。很好听啊，谢谢。你的外形比较不适合加入 E-Girls， 你比较像是星光大道里面的参赛者，对不对？他比较像是歌手界的，像歌手，真的吗？你要不要退出啊？现在就解散了，不要啦。可是刚刚那个舞蹈还蛮赏心悦目的啊，只是就是宝咖咖以前在长野草莓好像没那么累，就是会觉得老团员好辛苦啊，就是一些翻来翻去的动作，因为刚刚看他有那个软骨功哦，所以就想说一定要都是你呀，对，现在是要攻击我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稍微讲一下而已。所以你的软骨没有他没有办法像他弯成那样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下腰之后然后滚过去的，可以吗？拼一下，试试看，要试试看吗？哦，这么突然！算了啦。就这是鼻子装的吗？不要说！我刚刚弄错了，恐怖还是这个？不能接！不能说呢，因为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，直接撞下去了。走，再给我一声！撞地板！撞到嘴唇会下巴吗？没有撞到脸，我是用这边过去的，这是大力。所以真的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不是你在硬玩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这是舞蹈动作。他说我没受伤，然后就。刚刚那一下撞得不轻哎，还好吗？没有受伤。OK。可是其实偶像团体应该不需要会这招吧？这是太奇怪了。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带来我们这次想要带引起一阵风潮的 Crazy 舞。引起一阵风潮在哪里？谁教你们讲这些老派的话？我问你。因为上次我们来有做一些比较有效果、很综艺的那种表演，那这次呢，想要认真一点，然后做一些比较猛的。是厉害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比较厉害。而且这个舞蹈呢，我们排到今天早上5点，我们练完就直接过来录影。哦，真的，所以威廉才有点那个呛呛的。了解，刚出炉的，请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
常厉害。而且还好吗？弄到手。可是我觉得你们四个是杀人武器耶，因为你知道你刚才后空翻的时候差点把他踹了，然后你刚才在后面旋转的时候，你差点把小玉踢死。是因为。其实我这个正在练习的时候是没有正式做过的哦，因为就是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是就是用讲的。所以你们距离并没有真的实地去练习过，所以我刚在空中有看到康永哥惊恐的脸，然后我的脚就有收进来了。你心里应该是啊，这么夸张？可是他压抑住他是书生。刚才是不是有一个 moment， 他们故意把衣服撩一下？有很短暂的啦，是一点点而已。所以那个目的是要引起尖叫，是不是？就可能比较成熟一点，还是觉得还好。成熟一点，性感性感。然后就你们两位要撩衣服，是吗？对，刚才我刚好像没有撩好。我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撩哎。四个都有。你刚才怎么撩？你们怎么撩？我也，你这样有一种好像检查身体的感觉。其他应该是比较一个直接的动作，这样拉。然后放掉的，小玉都没撩啊。有啊，我有撩啊，只是我刚。你那个下面是有扣住吗？你下面那个怎么是泳装的感觉？小撩啊，因为他们那个衣服下摆可以遮掩一下，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观众应该要尖叫才对。如果没有尖叫就很少。可能今天是第一场，大家比较累吧。还没回神是吧？没有，因为你们动作很精湛，我没有吓到。谢谢谢谢。所以现在开始就不用节食了吧？其实就是要了，还是要保持在一个状态。可是一天那么累了，然后晚上回去不能吃东西，会发火吗？冬天是有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要抵抗那个寒冷。所以谁来安慰，就是让你们不要脾气失控？没有啊，就其实就是忍下来啊，就是运动。因为我们通常以前通告很晚，很十二点的时候，我跟威廉还会去旁边合体跑步。那我们在跑步合体，你说是不是？别这么夸张，大哥。我也以为是合体。叫什么叫合体跑步？合体呀！一个人抱抱一个人。他也想说，跑步干嘛？是跑步啊，然后就是很累，但是就有一种心酸的感觉。但是没办法，就是要。那万一你去巡视鸡排店的时候，不是很难受吗？就是我只是去品尝一些，品尝，我只是去品尝一些味道而已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就是去点一下，点一下这样。OK。所以那个这一次出来的结果，感觉到了那个。粉丝对你们评价跟之前不同了吗？有，他们好像看完这次的 MV 或舞蹈或是歌曲曲风，觉得我们比以前还猛。有啊，不会因为就是变从六个变四个就变弱啊？对，比较没有男孩感。比较没有男孩感，那你喜欢哪一种？现在是还蛮迷人的，真的，而且凯莉米洛好性感。还不错，凯莉。那套衣服我好想要哦，那件上衣我觉得我可以诠释的更好。等洗过我再给你。好，希望他们杀气变重以后，那个 F 可以真的变成那个有力量的字，就会给人家更大的震撼了。好，谢谢，希望你们四个团体都成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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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这样子？稍微弹，就很习惯走路就是这样走。杨琪不会这样走路吗？她不是女人吗？